منشأة التفقد النهائي.其实是有哈姆斯，我们来点哈姆斯。蘸哈姆斯吃。我们刚刚结束了第一程的飞机，从香港飞到了阿布扎比，飞了7个小时。现在我们从阿布扎比要飞9个小时，飞到卡萨布兰卡。小王子，你飞得好吗？非常好，我就在飞机上睡着觉。小王总吃得好吗？哎，点了汤，这边有变。嗯哼，就上一层的时候，下面还有 cheese 和甜品，这层就是没有了。你感到很遗憾吗？就是，但是有一点就是上一程没有洗漱包，这程有了洗漱包。这样，哎，蛮可爱的小包包。嗯。哎，哎呦，哎呦，王总，来，我来帮你。好，你看洗漱包里都有什么？嗯。这是一个 sleep pack。 哦，这个好像有袜子、袜子、眼罩和眼罩。我可以穿上了。王总即刻就睡着了，像上一程一样。哎，你眼罩好大呀！戴了之后遮住了，从额头遮到鼻子。因为王总脸小呀。嗯。然后。这个是擦脸油，这个是擦嘴油。哎，还有应该有牙刷，牙膏就没了。哎，这有一个耳塞，然后牙刷，牙刷、牙膏。你点了什么？我点了好多，我点了2个凯瑞菜。嗯，凯瑞。王总，你数一数，你最近8个小时吃了几顿？加上这顿是4个。不是啊，那个吃的少啊。啊？什么？每一顿吃的不是很多吗？早饭来了，要了一个 vanilla waffle， 香草华夫饼，有一盘水果，一个这是个马芬啊，小面包啊，嗯，还有一杯黑咖啡。哎，我的早餐也来了，我也点了那个 vanilla waffle 和水果，啊，还点了一个拿铁。很激动啊，刚开始。哎，你吃水果吃的真的挺多的。哎，你看这个柠檬长的。现在发现香港超市里卖的这个有机柠檬，长得都是丑丑的。原来就是说自然的东西，就是大自然就是这么丑吗？那你记得英国、美国超市里的那种光滑的、漂亮的，就像一个流水线下生产出来的那样的柠檬，那个是不是不太好呀？我们看到这块有多丑，而且这个有机的还有一个好处就是，这个壳可以单凭我的手劲儿可以挤掉。来，哦，来干杯！大家，我们现在盘旋在卡萨布兰卡的上空。半个多小时吧，就8个小时以前，广播就一直说我们还要10分钟要降落了。他刚刚机场说，因为卡萨布兰卡的风太大，它没法下降，所以我们现在正在等风停。我们路过海洋，路过农田，路过市中心，没有我们落脚的地方。现在怎么说呢？转的有点就可以停了。王总怕吗？我看到了生死。看到了什么？看淡了生死。王总说他已经看淡了生死。是什么时候的事儿啊？刚刚。我就想我最后一个下午早上我去洗白脸。别怕，把你的手给我。嗯。我会保佑你的。
We apologize for this news, but we will be able to make it to Casablanca. We are diverting now to Rabat. This is the situation. We can't get to Casablanca. We are going to Rabat because Casablanca's wind has decided not to stop.我们本来要到卡萨布兰卡，然后再转圈还没法停，然后呢我们现在到拉巴特首都，现在又要降落了，祝我们好运。给大家看一下看待生死的人，怕怕吗？妈妈别怕怕好吧，这是心口吗？哎呦，哎呦喂！快走！不是吗？帝王总要坚强，我会保佑你的。靠，大哥，你的门太开了！哎，看这块风一点不小。对，拉巴特的风并不比卡萨布兰卡感觉起来小。王总的眉头啊，已经不舒展了。没事，你东北高原也绝不会绝迹于此。我们现在坐在从拉巴特去卡萨布兰卡的大巴车上，我被教了一下语。这个大巴上都是我们飞机上的人。对拉巴特机场的印象怎么样？拉巴特机场呢，就是小小的，是挺干净的，但是取款机不好用。小王总累吗？受到了惊吓，还没缓过来，然后就是一直倒，一直倒，应该是。就那么一下，就是低的跟水帘洞似的。现代的车，
又露鱼又雕灰的是，就是你只能在摩洛哥看到，就是后面有一个法国美女，刚刚一雕灰直接炸了。什么？哎，你们都想象不到，今天都发生了什么？那车抛锚了。看到了，都，你看，大家都是这个样子的。现在是凌晨3:20，我们大概11:30吧，晚上11:30左右才终于 check in 进了酒店，然后竟然还把行李都给收拾好了，现在也终于就洗漱都完毕，要上床睡觉了，太累了，今天实在是，大概在交通工具上，就所有的交通工具哈，飞机、火车，还坐了多少大巴，加起来可能得逛了快30个小时了，好像应该是，然后后面又发生了很多事情，但今天实在说不动了，明天早上我们再讲给大家听。然后哦对，明天早上还要给大家看一下我们住的酒店，今天就那就先到这里，实在太晚太困了，要睡觉了，拜拜。